嘉义县鹿草乡圆山宫在21号是主神王森大使的诞辰，庙方也举办了百年前的传统民俗活动，举案乡出巡，游行队伍高举油灯绕境，还有孩童们穿上了华服，坐在花车上撒糖果四福，场面看起来相当的热闹。县长举着油灯，点燃金炉，火烧旺盛，举案乡出巡即将开始。绕境活动相当热闹，有孩童身穿华服扮演四福角色，从一个花车上丢撒糖果。这回呢，我们可以还有居民走靠近金炉引香回家祈福平安。这里是嘉义县鹿草乡的圆山宫，21号主神王森大使诞辰，庙方举办举案乡出巡活动，队伍高举油灯绕境。另外在庙前广场还有安排进驻80摊小吃，场面相当热闹。啊，所以今天这个活动会当讲鹿草总动员，啊，大大细细。啊，大家温生，啊，然后因啊，这个会啊，爱当来啊，祈求家庭的平安。庙方表示，这项习俗历史悠久，从日治时期中断，去年重新举办。还有根据民俗传统考究，让暗乡队伍持火把、提灯、炉火及现代球灯，透过习俗让当地居民更加认识当地历史。记者蔡崇武嘉义报道。